定。所以你之前是怎样子的？之前就是走的那些 project 就是背上自己要的东西去卖，就是把那个 concept 卖出去。但是现在没有了，顾客导向，顾客为导向，就是说顾客要什么，我卖什么东西给顾客。So closing 那一方面的话很好啊，尤其是运用那个 DISC 在里面的话会更快。真的很谢谢老师。